记得更换方法，我们先把这个抽烟机把螺丝松开啊，螺丝松开，再把里面的两个螺丝松开。这里面的两颗螺丝是不需要和外在一样，不需要把它全部拆下来的，不需要全部拆下来，这个里面两个螺丝可以放在上面，可以放在上面。在装的时候啊，现在装的时候，直接把这边靠过去，再把这边两个螺丝把它带好。装和拆就是这样。